技术表面溶解下来，这样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。那除此以外呢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，它还有一个容纳的作用，就是当这个污垢从零件表面剥落下来以后，我还要有一个载体去容纳这个污垢，那这时候其实也是靠润滑油来实现。而润滑油在发动机里面，在变速箱里面，